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ohnny Jack。7月23号，芒果音乐节超未来人生现场，我在现场等你，马上见。时间去猜测我未来会碰到的麻烦或惊喜，虽然也常会有问号跟感叹号出现，但不让它留在我心里。曾经我为了去武装我自己，很快就学会了冷漠和脏话。